有毛病的肚子是怎样的肚子啊？他有人说这个肚子没毛病啊，肚脐有毛。所以你这个没有毛，我有，你有毛病，长大都会有毛。什么毛？胡子之类的吧。对，哦，头毛，不会啊，老了就没了。老了就秃了呀！诅咒我，让我爸是有一点、啊。以概率来讲嘛，是不是？我们家族好像会秃头、欸，我好担心我以后。我也是，因为我大伯、我爸、我二伯都有。抱歉抱歉，家族有就觉得很怕、啊。对啊，家族性的哎、欸，家族遗传就。这个比较麻烦一点，就不好说，解决不了了。安安哦，又在挖矿，对啊，临时揪。最近挖矿台很缺资源啊，很缺啊，想整地啊。我们做钻石包包哎，整起来啊，整起来，整起来。好了，最近冬天皮肤全部都超干的。脱皮，我的声音是不是比较大声？对啊，我再调小好了。还好吧，我昨天这边一直说你声音太小声。嗯，今天是有变大声，已经固定调200%了，都没变过。嗯，你的声音就是已经是那个音量，然后我就调200%，已经刚刚好了这样。哦，不会太大，不会太小了，常驻200。嗯，不过如果你声音再小，我就没有调了。啊，就是调200是可以的接受这样子。阿七，太小啦！你说什么？你是不是没看过啊？我的音量争议。等一下，你在讲什么东西？我说我的音量争议，你是没看过啦。看过什么？预设关闭。哇，哈气怎么最近都走这种路线啊？什么路线？想露沟又想。对啊，看大想比大小，有毛没毛又，对啊，眉毛不错啦，眉毛不错啦，有眉毛，对啊，有眉毛的不错，对啊，嗯，哦，好，观众知道这个小屋是干嘛的吗？他是在森林里面，没有看到东西是什么 Botania 的，就是我的，他就是个茅草屋，茅草屋。在森林，在森林吗？没有，在大平原上。可惜，像森林小屋吗？森林小屋，你们真懂啊！还是其实下面有东西，跟这个斧头砍下去，全部都没了、欸。有草药之书啊，魔法之书啊，然后还有个波盆，岩波。他可以把很多东西塞进去搅一搅，搅一搅。刚刚我的武器工具全都丢进去了，唱吓死我。可是他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不一样魔法的那个，对啊，混在一起。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不是我的。这个东西，瞧一下位置。嗯，秃了就变西瓜，你才西瓜啦！谁西瓜？秃了就变西瓜，什么意思？谁知道他说什么东西？嘿嘿嘿嘿嘿，好了，差不多了。嘿嘿，什么东西在动？小雨扫码了，要回家，快回家啊、哦！回家喽！要回家，快回家喽！回家。在外面的孩子回家。哎、欸，回家喽是什么？我只知道回锅喽。回家喽！回家。这模组叫做根源魔法。哎呦，是啊、哦。哦。对，不是，是药草之类的。或者是植物魔法，都是魔法，但是不同啊。嗯。哦、怎么了？这个卡塔植物可以强制人家传送走哎、欸。
如果全部连在一起的哦，竟然叫我重开游戏，不是吧？哇哇 ！QQ 为什么？我先开台。无效 C 什么？无效的登录。哇！好吧，重开就重开吧。所以这个很稀有，马爱玲。我把其他人声音调低吗？有啊，还是别人声音太小声？要跟我讲我最近才在开始调这个。因为有时候你们声音我听都很正常，可是影片里面爆大声，或是爆小声吗？对啊，我的声音爆小声。哎、欸啊，你能不能用？你是用 OBS 录还是用 Action 录还是什么 ？OBS，OBS，OBS。哦，你没有双声轨。嗯。灭龙魔法可以帮你采神秘花，不要让他自己采。神秘花我有很多，看他都有很多咯，他都多到不想要了。我本来很缺的，可是我今天摔下去都拿了好多骨块上来，我现在所以你是下去拿骨块的、啊、原来你今天摔落下去，我以为发生什么事、欸不是，我就在地狱挖一挖，然后遇到那个好很多只猪跟我冲过来，然后我就一边推一边打，因为那个地板烧，然后我就直接从高空掉下去，然后掉在那个史莱姆岛上面。所以你就有很多的了。然后我下去挖的时候就哎、欸、有骨块耶，好吧，那就顺便挖一挖。真的是意外的收获啊。对呀、啊、那条路很恐怖耶。我还看到你在那边。所以你有死不及了吗？你们到底在哪里看啊？从家里那边是不是？就显示 死亡资讯啊。哦，没有啊，我就站在岸边看你啊。站我就站在岸边看。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白痴哦、喔，是岩浆自己蔓延在草地上啦。我想说，什么怪物在杀我、嗯？是吧？我不知道、欸，就岩浆。草地旁边有岩浆，然后好像烧到草了。哦。嗯，等一下。啊，等他跑完，他只要跑很久、啊。我知道，这个加速嘛。画面太亮，我脸看起来好白啊，好像鬼。嗯、我有时候也会，那个灯很亮啊，那就。对啊，那个画面是脸都青色的。呵呵呵呵呵，怎么说啊，都不见欸，都不见了，你的标志不见了。什么标志？就、欸、有些豆豆真的好很多了，已经跟以前差很多。有，真的，而且真的是哦，满目疮痍啊，真的是这样子，满目疮痍，满脸疮痍。大家进度都好快哦， Moco 快来，我进度很慢，你不用怕啊。我还是个菜逼吧、啊，你已经恢复记忆了啦，哈哈，你已经想起你是谁了。你是我恢复记忆，可是我东西还没弄出来啊。这怎么可能？那我都忘记了。可以挖进去玩吗？我先不。哇，他们会绕境欸。啊？要做个电力？他是不是新妈？单名一个组字，啊？他怎么绕进啊？人家名就姓林，叫默娘。他们乱取名字。欧北来，欧北来，说他是不是绰号嘛的？有。货号。货号。错。我想说什么话啊？马祖的名字不能来乱开玩笑，不行，对神明不敬的、欸，会被打屁股，打哈基屁股。哎、欸，又是屁股，你最近是不是屁股？怎么那么爱屁股？卖屁股，卖屁股，卖屁股。不是你说什么？怎么最近那么爱卖屁股？哈基啊，雨月啦，哈基不是你啊、哦，雨月爱卖屁股啦，你才，嗯。你猜、嗯，嗯，哇，
我在等你的挖完要接接话，等一下你。不是不是，我这边很刺激，我这边很刺激，等一下。哇！感谢礼物。我在等，等，等，等。哇！然后哎、欸，没有没有后续了。然后就没有然后。如果有如果，这世界如果有如果。Turn around, turn around。以前超爱 up 的。哦，你表示你现在？哎呦，那现在就被某号什么哥的拿走了、啊。拿走了？拿走了？拿走了？东西拿走了？是你的？拿走了？不是拿走了？曾经是你的吗？也不是啊，曾经在你眼前却又消失不见。看你今天又不见了，你又不见了，为什么又不见了？哎呦，这个外带太强了吧，讲屁股讲了十分钟。屁股这个不行啊。这是什么？寻常哦。什么什么我怎么觉得哎蹦哎蹦哎蹦跳进了蹦没蹦啊防爆我爱你防爆我爱你啊你怎么了要防爆了还好啊找到粘土了这里好昨天还在打游泳气死哦我今天也是超难卡死了又打不到看到那个火球飞过来，然后狂挥猛挥还挥不到，真的。就看起来，哎、欸，打到了，没有在你旁边爆炸了。爆你就被炸到了。强迫他，好啊。好吧。这是什么？悬钢锭。哦，我的鞋子的魔力钢锭，木齿轮，幻魔之牙法杖。你们可以给我钢，我就可以给你们魔力钢锭。哦。这个敲掉吗？送你一个门，叫做屁股。屁股又绕回去了。哦，晚点来改造这里，我要做神怪砖。啊，忘记装才知道了。啊哈哈哈哈哈哈！你又要再等十分钟了。哎、欸，没有啦，进去里面再装，我觉得比较慢。对。哎呀！哎呀！哎呀！这边设个点，嗯。剑。小小兵。嗯。全好坏的，坏到好坏的手。今天已经不是泥鳅了。今天泥鳅不是泥鳅，我想到那个梦真的很搞笑。那个梦真的很强。为什么会想到那个啊？这太厉害了！狂哎、欸！做梦梦到啊，就有没有声音，然后靠近一听，你不是泥鳅、啊。你不会？超有画面的，超搞笑。好好等你有想完那个文件任务，我看了一下那个根源模组介绍，那个建筑，所以我要怎么给他能量啊？我来看，我要查一下好了。跟他加油，哎呦，加油好吗？你可以帮我加油吗？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感谢酱汁续订。可以帮你加油吗？你好嗨哦！之前那个我忘记是哪一个人，跟他一起走一走、嗯、啊，可以帮我真的加油吗？加你妹啊！加你妹！好笑，好香哦！怎么那么笑？其实我觉得有点蛮好笑的，现在想想也觉得蛮好笑的。怎么那么凶凶？固化经验，那个人哭了，叫你妹啦！结果他哭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妹妹。叫你妹啦！
哦，这好漂亮哦。嗯嗯嗯嗯